今天来的两队的小朋友呢，以后呢，可能都会进国家音乐厅当个表演者。哇！这两队都有表演，而且有一队是老朋友，有一队是从很高很高很高的地方来的新朋友。是我们全台湾呢海拔最高的小学。哇！现在接到我们红队的同学。好，我是桃山国小来自新竹。哦，欢迎你们。 看你们的衣服就知道，你们来头不小了。你们是哪一组啊？泰雅族。泰雅族有什么特色可以帮我们介绍？眼睛很漂亮啊！你看每个眼睛都很漂亮。对啊，睫毛超长。音乐来了。的音乐吗？这是节奏。这是我们认为所有就是那种跳舞的音乐这样。泰雅族的特色是什么，或者是有什么图腾那些的有吗？有。有是什么？祖灵街。哦，在你们的衣服上面有吗？肩膀这个肩带这个。哦，了解。哦，那你们需要海拔到底有多高？ 一千多，一千多。那你们现在突然来到平地，会不会反而有点不习惯？会，我们到那里会不能呼吸。你们在这里会觉得太多气了，有没有？不会。听说你们那里冬天是很冷很冷的，会冷到下雪吗？不会。哦，有看过吗？有，很小的时候。等一下要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希望你们开心玩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。好，紧接下来是我们蓝队。我们是水光国小来自板桥。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水光国小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。老朋友。对。对他们印象就是呢，全校呢对音乐都很有天赋。他们直笛，对不对？我们学校很重音乐的栽培，是不是？对的。
在路上走路都这样。我们学校走气质路线。欢迎你们。欢迎。好，到底两队谁可以获得我们八千元奖学金呢？马上进行第一个关卡 ，Go。请看的胜游戏规则说明，两队各派三人，凭关主指令升降旗，动作错误即淘汰，最后存留之队伍获胜。旗开得胜，你们的衣服颜色也太搭了吧，都是红色加蓝色，然后再拿红色跟蓝色的旗子，真的哦，真的真的。同学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很好，请降旗。老师音乐，请了。前面先慢一点，没关系。好紧张哦。红旗举起来，嘿，蓝旗不要放，白旗红旗不要放，白旗放下来。除了白旗，其他上。啊！来不及，对不对？谢谢你。来录影开心吗？其实你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再推了，因为会掉下去。对呀，对呀。刚进去哥哥说你很紧张的，他说没关系，现在就不紧张，去旁边看他们紧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现在台上有蓝队，还有三位同学，红队还有两位同学，加油啦！请降旗，老师音乐请了。白旗举起来，红旗举起来，红旗蓝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放，白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放，除了蓝旗其他下，除了蓝旗其他下，啊，很可惜。不过其实你下去是好的，岳彦俊哥哥就不会嫉妒你了。刚刚就说他们的睫毛也太长了吧，对，而且的睫毛比我戴假睫毛还长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只有他一个人帅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看到我们开心吗？你们这一队的开心感觉比较看不出来哈，他们是属于紧张型的开心，他就老实啊。有些人开心是紧张，他钢琴可以拿起来的，他就说啊，这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只剩一位同学，曾祖，曾祖，你的名字很特别，是谁取的？外婆。外婆哦，就曾祖哦，应该是三个字才对。曾祖父、曾祖母之类的。但是曾祖夏红队只剩你一个，我可以问看你原住民的名字是什么？美术。美术，给美术加油！哎，加油怎么说？老大。我说美术，你说罗嘎，预备开始，美术，罗嘎，美术，罗嘎，美术，美术，美术，罗嘎，罗嘎，罗嘎，美术有没有得到力气了？还是压力更大？感觉你们越加油，他越紧张。我也觉得，他看白照，他现在就是他们是比较害羞型。好，加油喽，请降旗。好，老师音乐请了。蓝旗举起来，绿旗不要放。蓝旗红旗不要放，红旗不要举，白旗不要放，
除了绿旗，其他象。除了绿旗，其他象。郭彦均。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会了。除了绿旗，其他象。所以绿旗要上嘛。所以你刚刚是有点全部放弃了。对，所以绿旗要上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，他们对他们。对对对，那你跟我来这啊。OK OK， 拜啦。小弟啊，拜拜。你们继续玩啊。一红二蓝，我们蓝队剩下我们的蓝队的轩轩了，两个轩轩，对，宇轩跟维轩 ，OK， 当我们的真主一样在，真主加油了，这次就不帮你加油了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请降旗，打声音乐，请俩，红旗不要放，白旗举起来，绿旗白旗举起来，蓝旗不要举，除了蓝旗其他下。红旗不要放，绿旗举起来，蓝旗绿旗举起来，白旗放下来，红旗在蓝旗的下面。哇 ，pass， 这个很厉害耶，好厉害啊！白旗举起来，绿旗放下来，蓝旗红旗不要放，蓝旗不要举，白旗举起来，全部放下来，蓝旗举起来，白旗不要举。蓝旗红旗不要放，绿旗不要举，红旗举起来，红旗蓝旗放下来，绿旗不要放，白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放，除了蓝旗其他下。超帅 ，pass， 好强哦！红旗不要举，蓝旗放下。因为你过腰了，对啦。刚才真主也差点过来，可是真主这样，对。下来了，腰力 OK 的 pass， 好 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 ，PK 喽，哎，真主蛮厉害的，很强哎，一关一关过。刚才是三个蓝队，一个红队，现在是变成 PK 赛了。哇塞，好，请降旗，最后一回合喽，老师音乐 Go。绿旗红旗举起来，蓝旗举起来，红旗蓝旗放下来，红旗不要放。绿旗放下来，蓝旗绿旗不要放，红旗不要举，除了绿旗其他上。哦哦，忘了右手还有红旗的。哎，让我厘清一下，所以他刚刚红旗没上来。他刚刚红旗没上。他刚刚白旗上太慢。可是他最后有上到位置上。那就是他 OK 咯。他 OK。过关斩将哎，三个两个一个哎。环游世界，好嘞！环游世界，一二三 ，Go！ 来看看真主带我们去哪里哦。哎呦，一点还是两点？两点。从几点出发？好，心理姐姐，美国1600分。来到美国，请您帮我拿一下这张图，太美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很像拍电影。这个呢是在美国德州的汉密尔顿池保留区哦。是。数千年前，他们因为地下河的顶部被侵蚀，导致了大规模的塌陷，使得地下河呢外露出来，形成了翡翠色的汉密尔顿池，池上高达13公尺的瀑布，成为德州的避暑胜地。碧绿的池水与意外宽广的地下空间呢，路上的溪水没了，前进路只能往下流，形成了美丽的小瀑布。太美了，哎，这很适合拍广告。对呀，哎，在你们学校附近是不是也有这么漂亮的地方？我才想问，是不是你们学校应该附近的美景也很多，对不对？还是你们觉得还好？还是不能说，怕我们会去。教育说，哎，我说还是你们觉得还好？教育说，嗯，还好。没有，我真的因为以前我念书的时候，我同学也是原住民，嗯，然后我去他们家，我说天哪，你们家怎么每个角落都好漂亮？嗯，每一个窗户打开都好漂亮哦。他说。还好吧，我们小时候就这样。因为他们已经看习惯了啦。对。就像你每天看我不会觉得漂亮，突然看我是不是很漂亮？辛苦你了。没有，你是越看越漂亮。谢谢。真的，好不好？真主，我不要跟你讲话了。恭喜获得1600分。好，接下来关卡 Go。挑战101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两名，每人各叠五个箱子，接力将十个箱子叠高，不能倒塌，最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挑战101新游戏，没错没错没错。
等一下呢，我们两磅，我们的大箱子里面总共有10个，从大排到小的箱子。哦，很像俄罗斯娃娃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箱子呢，从下面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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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，总共有10层。哇，就很像101。所以一个人叠5层，另外一个人叠5层。没错。哦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OK， 完成之后赶快按钮，按钮完了以后就结束了，加油喽 ！OK， 请倒数。紫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粉红色、黄色，换成。哇！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不急哦，慢慢来，滚。加油，加油！蓝队加油！还有最后一个。安林。好。速度很快耶。他有没有？他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哇，好厉害！这个都是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在看夜景的地方了。而且你说就是他们学校的山顶嘛。对对对，看夜景。而且因为它其实是空心的，所以叠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可能会歪掉。对对对对对，这边也差一点点。而且其实第二棒他们叠的速度蛮快，但因为第一棒掉那个有点歪掉一点。OK， 恭喜。Round two。刚才呢，我们红队暂时领先，是的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蓝队呢，刚才在比赛过程中应该有学到一点技巧，对，有抓到诀窍，慢慢来比较快，好不好 ？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 ，Round two， 请倒数。3、2、1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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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稳的，不要歪哦，夹子，夹子不要歪哦。哇，好快，好快！哇，两队势均力敌啊！这个你就带回去吧。怎么回事？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这边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，OK。我们刚刚差一点点，其实放上去了，然后按了，怎么它掉下来？吓死了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一起手牵手环游世界，好不好 ？OK， Go。一起环游世界 ，Go。来看看，刚刚我们在美国，从美国出发去哪里呢？四点。中间，1、2、3、4。日本1600分。欢迎来到日本，哎。其实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？有去过日本吗？有，对不对？嘉伟有去过吗？但是听说你们有去过德国跟奥地利表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哇，很厉害！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日本。日本人是台湾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。这个呢是日本的彩虹大桥，它被称为恋人圣地。嗯，优美而壮观的斜拉式吊桥横跨整个东京湾的北部哦。走在彩虹大桥上面的步道呢，可以看到蓝色海洋上面的客船，还有夜景。哇，这是日本许多偶像剧的拍摄圣地。好漂亮哦！今天晚上一定很美，你看这个灯光这样打，其实超美的。哇，如果去这边一定哇，恋爱那个求婚一定成功。真的。对不对？你要不带我去试试看？不要造孽！我带你去那个福和桥好了，福和桥就好了。OK， 恭喜你们1600分，马上进下一关卡 ，Go！ 1989宫格游戏规则说明：两队轮流进行翻杯挑战，挑战成功可放入9宫格中，最快连成一线的队伍获胜。9宫格，心理姐觉得这个单元呢是我们总动员头最精彩刺激的，嗯，因为就是一个盖一个，一个盖一个，一个盖一个，对，然后只差0.1秒，可能就是会决定输赢。对，请问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很好，老师请倒数。3、2、1，Yes，Good， 太棒了，稳稳的。
是为什么这个关卡你们这一队还蛮优雅的？还是因为你们这队觉得这个队友有点不可靠，所以就没有争议？所以他们并没有，所以他们才是最强的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我们是五强三。哦，我们刚开始，我们不能松懈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不优雅一点点，先把它抢回来，好不好？五抢三，好 ，Round Two。Round Two， 刚刚是我们的蓝队先领先，五抢三都还有机会。好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老师，音乐请了。3, 2, 1。哦，好快哦。摆盘吗？没有，我怕歪了。你刚刚是摆盘的意思就对了。没有，我怕导播拍不好。啊？我怕导播拍不好。刚刚那个动作是那？没有，我在想说，没有，就是说怕歪了。肾不交怎么样？怕不好，拜不馁。拜不馁。我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好 ，OK， 没关系，前面两个给你们。但是现在这个很重要，最后这一个如果红队再 lose 掉的话，就是蓝队拿这一分。没错。OK， 加油了。好，换组。好。五抢三呢？现在呢，我们蓝队呢已经目前领先了两 round 了。OK， 到底我们的红队可不可以把战线延长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老师，请倒数。不要看 ，OK， 没事，不要看，结束了。对不起，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玩呢。我刚刚这样都没有给我 give me five， 我都没有出来。你还没玩过啊？没有。那蓝队，你跟我一下。不要啦，你们速度超快的，很厉害。对，我觉得，我们好像玩这个游戏第一次有一个同一个学校连续三次都冠军，掌声鼓励。的专长都不一样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我们先来环游世界了 ，Go！ 环游世界出发 ，Go！ 蓝队要到去哪里？刚才是到日本。六，哎呦，六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英国1300分。欢迎来到英国，要请你帮我拿一下这个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可爱，一个一个石柱，对不对？是。在英国爱尔兰最北端的海岸呢，这个是巨人提到，有一个在当地流传的神话故事，就是巨人提到呢，是由巨人麦库尔制作出来的，他把银柱一个搬到海底，就这样子呢，他就可以从他们家走到苏格兰去跟盖尔打架。那这个麦库尔玩够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啊有点累，就决定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就他的对手盖尔啊，就居然就把他盖好的这个石柱雷，居然就穿越战跑到爱尔兰，想先偷看一下麦库尔。当你看到麦库尔巨大的身躯的时候，吓坏了。而且这时候麦库尔的老婆还跟他讲说，跟盖尔讲说，这个啊其实是巨人的孩子。盖尔想到说，哇，孩子就那么大只，那本人一定更大只，对不对？他就觉得开始感到很恐惧，就赶快呢撤回苏格兰，然后摧毁提到。所剩的残余呢，就是今天的巨人提到啦。哇，有这么一段故事啊！就是我把这盖好，要去你家找你打架，没想到看完之后我先睡着了，然后你过来看到我那么大只，想说哦，好可怕哦，小孩都那么大只，本人一定更大只。是，就把它摧毁了。对，然后只剩下这边，对不对？哇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 ，OK， 很美哈。好，1300分。紧接下来是我们桃山国小带来的是哦童谣的演唱，对，他们泰雅族的童谣哦，来。
在我们现场伴奏，谢谢徐主任，谢谢。听了心情就好好，对不对？而且唱轻轻的，但是呢，很撼动人心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哦，感觉现在又有能量可以来比赛了。是哦，来喽！马上进行下一关卡 ，Go！ 超级不投人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出两位同学，一题目排出正确城堡积木。当关主喊一二三时，可以做动作；喊木头人时，就要定住。率先完成并按铃即算获胜。头人，我们现在像木头一样。我们现在变拼机器人。其实对，再过几年就变复健了。超级木头人就是同学呢，要把我们这个后面的板子的这图形排出来。好，记得要听我们一二三木头人的时候嘞，哎，就可以动，但是转过来的时候就不能动。速度快之外呢，还要注意安全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排出来的积木呢，也要跟我们题目一模一样。没错。好了吗？我们来出题喽。好，燕俊哥先出，燕俊哥请来这里。先来试下下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题目啦。来，站到中间，同学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请倒数。3 2 1 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分钟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，好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哈哈，燕君哥站稳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点点小心，点点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文东，文东到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玲玲加油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我要走外面，不可以冲哦，还不能冲哦，一二三，木头人。而且刚等他倒数第二个时候，已经有点开始往前冲，而且我转过来，他眼睛盯着我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，对不对哦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。好，我们来验算一下。好，来看一下下。你们在听？黄，哎，绿黄，激动嘞！脚搓一下不行啊！我来好了，好不好？蓝。好了，不要闹。绿黄绿。红黄红绿红绿红黄绿黄红，恭喜！嗨，
一点点。这边其实也快盖了，差一个绿，差一个绿色而已哈。OK， 好 ，Round Two Go。好，欢迎晶晶姐姐来出题啦。是的，我们来看看。好。题目是，噔噔。好的，我们可以转身给同学看喽。好。好啦，超级木头人。电视上有。Ready Go。速度很快，都三个喽！不要找，不要找，小心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哦，很好！哇塞，腿力都很好！嗨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快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哎呦！哇塞，我这里也可以摆上去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我学。有错要改哦，吼，有错要改哦，吼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有了，改了，改了，改了，小声一点，这边有点快哦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从外面，你从外面，一二三，木头人，怎么做发生的事情？啊，宇轩。这动作好漂亮，这动作好漂亮哦！哇，哦，这动作真的好漂亮，翩翩飞舞，侧面好漂亮，好像那个要压线，就好像劳斯莱斯，好不好？不要抖，不要抖，你要去那边？没有，我想看他可以撑多久。他们真的好可爱哦，真的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排最上面，黄、红、绿，呀，红、黄、绿、黄、绿、绿、绿、红、黄、红，恭喜答对。这边速度很快，可是第三层有点摆错，不要旧就是会不要上面踩点点啊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两 round 都是我们的蓝队获胜。对。环游世界 ，Go！ 环游世界，一二三，走！看看在英国下去哪里？蓝队带我们去，哇，一点，一点，好，我们从英国出发，隔壁法国，在这里，1200分。来到法国，其实呢，大家对于这个米其林啊都很了解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一颗星、两颗星、三颗星，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米其林星，可以拿到这个星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哦。其实大家熟悉的这个平民餐厅等级的米其林，是起源于1900年法国的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所制作的米其林指南手册，并且从1931年开始启用三颗星的平等系统，获得一颗星的餐厅表示在同类里头嘞出类拔萃。两颗星代表呢厨艺高明，值得绕道前往。三星为最高星级，就代表餐厅供应的料理啊实在是太厉害，出类拔萃，值得专程。你开车到那个地方去造访来吃一下下，所以建立起这个米其林评鉴的权威性哦。恭喜我们1200分。好，紧接下来我们举光国小带来的万马奔腾是我们的打击乐表演，掌声欢迎全国冠军的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感觉，这是那个距离万金。他们前面那个就是马蹄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好有气势哦，而且会有这种就是打击乐，然后配上动作，再加上肢体跟表情，对，哇，还有戏剧在里面，对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马上进行下一关卡 ，Go。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：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超级金头脑，好，紧接下来是我们的实验题啦。我们桌上呢，看到有三个桌子各有一张黄布，然后呢，分别有一个杯子，杯子里面都有装满九分的水，这个是蓝色的水，红色的水。绿色的水很好，会不会猜哪个颜色的水比较不容易打翻？到底题目是什么呢？老师，请出题。嗯，想将布从水杯下抽出，请问用哪种方式水不会洒出来呢？哦 ，A 手敲桌面慢慢抽出 ，B 桌子正面快速抽出 ，C 桌子侧面快速抽出。哦。我好像有看过游戏是这样玩的哦。可是那个很快，可能杯子不会倒，可是水会洒出来。哦。可是有哪一个方法是水不会洒出来？水不会洒出来，所以杯子绝对不会倒，好不好？两边都有答案了吗？都有答案了吗？好。好了。到三，请翻答案板。一二三。红队是 A， 手敲桌面慢慢抽出。为什么觉得是这答案？你用尾夹。快速抽出的话会洒出来。哦，如果太快的话还是。可能会摇晃到那个杯子，因为这个水很满，这水差不多九分满。对，这很满哎。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是 A 敲桌子。对。敲桌子 ，OK。哎呦，蓝队是 C 啊，侧面抽出啊，侧面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 C 啊？因为快速抽出的话比较不容易倒。那如果正面快速抽出呢？嗯，就是觉得没有侧面来的稳。就是总觉得侧面好像会比较稳一点。哎，可是你想想看哦，侧面的话它距离这么长。嗯。正面它距离这么短，这是风险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搞不好他们也是有可能是对的，好不好？各队派一位同学来，这边派一位同学，请来配音。正面快速抽出哦，正面，如果倒的话，我就把你拿起来哈。对哦，正面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他其实有抽出来，但是他的水洒出来了。洒出来，洒出来。其实你如果说去玩游戏的话，你这个其实得分的。对。但因为水的话，就不行了。I'm sorry。对。不要也不要把它盖起来。盖起来不太吉利啊，不好看。哎，我比较担心你侧面抽出。真的。哦，来来来，你往这边抽，哈，往这边抽。扶一下哦，扶一下哦。侧面，然后快速抽出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其实他也成功，可是他就是对水都漏出来 ，OK， 很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好不好？总有个答案是水不会漏出来的。手敲桌面慢慢抽出。心里你帮我敲这边，你帮我这样敲。这样敲，预备，来喽。慢一点，慢一点哦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都可以把它那个抽出来，只是这个就是确定这个水那么满，绝对不会洒出来。够稳的意思。好，到底什么原理呢，老师？这个神奇的现象是因为当我们敲击桌子时，作用力让桌子形变，往下凹又往回弹，回弹的桌子也让杯子往上跳动，因此和杯子之间就有了空隙，所以布就很容易抽出喽。敲桌子的时候，它会往上弹。往上弹的那个瞬间呢，我们只要慢慢的、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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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会离开那个、离开那个杯子。了解。哦，这样更稳了。很好，水真的都没有倒出来，厉害了。那这是哎，恭喜红队。耶。好，紧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影片题，影片题有大来宾来出题哦。
位大来宾呢，就是我们的新干线变形机器人 Z。对，这个就是新干线变形机器人 Z 哦，它在日本呢创下了高收视率的卡通，在台湾相当受到小朋友的欢迎哦。他们为了守护日本的和平跟安全呢，新干线超进化研究所开发了新干线变形机器人 Z， 来认识一下。绿色的就是我们的北海道新干线，对 ，E5。对，还有这个红白呢，就是我们的秋田新干线 E6。好，那蓝白呢，就是我们的上越新干线 E7。哦，真的很有型哎。我觉得日本的卡通，他们的那个音乐跟他们的那个卡通呢，是结合的非常好，而且都非常的热血。对对对对，哇，这做的非常好哦。而且它真的，你看它两边的头哎。就真的像新干线一样，就是两边的头这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到底题目要出什么呢？老师，请出题。请问，观赏日本最有名的烟火秀《大曲烟火》要坐哪一条新干线呢？哦 ，A 北海道新干线是 ，B 秋田新干线 ，C 上越新干线。好，大曲烟火要坐哪一条新干线呢？其实刚刚动画里头有画到，没错，就是大曲。来想想看哦，是哪一条新干线？刚刚其实有画到，有讲到哦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数到三，请看答案板，一二三。红队是 B 秋田新干线，为什么？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。那它的那个列车是什么颜色？新干线红白。这边也是，而 B 是谁发现的？都发现是 B， 还有秋田新干线，也是看到红色的红白相间的，那颜色蛮好认的啊。对，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请公布。没错，就是 B 秋田新干线。好呀，最特别的是这些新干线这些机器人呢，不但可以变身成车子，对。还可以在这些呢，在来线的这个武装列车上面，还可以变成机器人身上的武器。哦，这旁边这个就是它的武器。对对对，超帅的，超帅的。你看这个就像是它的车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车厢太厉害了。各位同学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什么？只要这个关卡获胜的话呢，同一队的同学每一个人可以来拿一条我们的新干线回家。哇，好棒的彩蛋！好棒，不是一条啦。一台啦，一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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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它太长了，可以一台就是这样子带回家。想不想要？想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看第二题，知识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，在德国做什么事可能会招厄运呢 ？A. 三天洗一次澡 ，B. 从第一次下班走过 ，C. 买下一头猪。在德国做什么事情会招来厄运？三天洗一次澡。从梯子下方走过，或者是买一头猪，讨论一下下哦。数到三，请上买卖喽。一、二、三，红队是 C， 买下一头猪。为什么觉得是买下一头？为什么？觉得。哎，这边也是买下一头猪，为什么嘞？因为德国盛产猪脚。什么？德国盛产猪脚。所以买下一头猪是好啊。不是，可能就是只能买猪脚，不能买整猪。哦，所以在德国猪都没有脚就对了。就是因为德国盛产猪脚，然后所以买下一头猪。对对，会招来厄运。哦，那在东山的鸭子都没有头了。那逻辑是这样，不知道不知道，到底答不答？搞不好答对了，好不好？请公布正解。答案是 B， 从梯子下方走过。所以这个机器呢，在德国流传甚广哦。背后的原因是墙、梯子和地面呢，构成了一个三角区域，而这个三角形呢，在一些信仰里头，象征着神秘伟大的力量，就被视为神谕啦。他们就觉得呢，谁要是从梯子下面走过去，就破坏了这个神圣的三角形，也就是冒犯了上帝，进而招致厄运。遇到这种状况呢，不妨我们先绕个弯走。哦，没错。所以地板你不可能穿越嘛？对。墙你也不可能穿越，只有梯子下方有可能穿越。可是其实我发现，其实很多的这些说法，到最后其实是为了安全。比方说梯子在那里的话，可能会觉得说，哇，梯子我不小心倒的话，其实会让你受伤。好，接下来第二题，老师请出题。日本人非常重视礼数，请问他们在吃饭前会拿着筷子做什么动作，并说出いただきます呢？A 十指紧扣 ，B 双手合十 ，C 双手抱胸。十指紧扣，双手合十，双手抱胸。哎，数大
到三，请翻答案板，大家都有答案。一二三，红队是 B， 双手合十。双手合十，嗯，有看有看日剧对不对？对，很好。来，蓝队呢也是 B。双手合十，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以前团练的时候，中午留下来吃午餐，都会要我们做这个动作。谁叫你们留下来吃午餐？就是团练到下午，团练到团练的时候，老师也是日剧迷就对了。现在两队的答案都一模一样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，因为这代表你们分数是拉不开的哦。OK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答案是什么呢？请公布正解，答案就是双手合十。哎呀，日本在吃饭前呢会双手合十说一句いただきます，很多影视作品呢都把这句话翻成哦我开动了，其实实际上的意思是对于养育动物和种植植物的人们表现谢意，他们辛苦的付出才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吃饱饭哦。是的，同时呢也是对做出这餐饭的厨师表示感谢的意思，是他们把普通的食材变得非常美味可口，因此也有饮水思源的意思哦。哇，其实意蕴其实蛮广的哦。对哦，是让我们饮水思源，可以好好珍惜食物，然后谢谢厨师，然后谢谢这些食物，满怀的感恩。OK， 感恩你们今天来录影，谢谢。这样怎么怪怪的？所以大家吃饭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第三题，老师请出题。请问下列哪一个是因为战争而发现的平民美食呢 ？A. 瑞典肉丸 ，B. 西班牙大锅饭 ，C. 法国马卡龙。都好好吃哦。哎，战争之后发现的平民美食哦，肉丸很方便携带，大锅饭就是很多人一起吃，马卡龙。各位不得了了，这一题答案再一样的话，比赛就结束了。嗯 ，OK。因为两队的差距还很，哎呦，好紧张哦。我看会怎么样？好哟。战争吗？好的。瑞典肉丸，西班牙大锅饭，法国的马卡龙。数到三，请翻答案板。一、二、三。红队是 C， 法国马卡龙。为什么觉得是 C？ 之前看一个影片，有一个女生去战场上面给他们吃马卡龙。哦，她去战场上面给他们吃马卡龙，会不会刚好随身也带着马卡龙而已？因为随身好像不能带大锅饭吧，太大锅。哦，这边答案是瑞典肉丸了。哦，怎么说呢？是瑞典肉丸。猜的。之前还是你们家有人参与过那场战役？没有，肉丸比较好随身携带，随身携带。然后马，因为马卡龙是甜食，感觉好像在我们这边吃甜食怪怪的。你说战争吃甜食，怪怪的。战争吃甜食会忘记那个忧那个忧虑，就吃完甜食很好。啊，算了，不打了，走。和平最重要啦，对不对？不打了，喝下午茶。对，所以不能吃甜食。对，到底答案是什么了？请公布。答案是 A， 瑞典肉丸。起源不是源自于瑞典，他是1697年到1718年在位的瑞典国王查尔斯12世，他率军深入俄罗斯境内，后来却在1709年巧碰到寒流，就是寒冷的冬季，那苦无粮食，最后就惨败给俄军这样子。但这个查理12世因为呢战败被流放到土耳其，后来回到瑞典的时候，一并把土耳其的美食呢这个平民美食肉丸的食谱带回去，才有现在的瑞典肉丸。那瑞典肉丸我们现在也算蛮熟悉。对，因为常常很多那种家具店，家具店的那个美食区都有瑞典肉丸，没错。好吧 ，OK， 我们来公布一下成绩啦。哎呀，红队答对三题，蓝队也是三题平分，所以两队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新干线变形机器人 Z， 恭喜。现在目前呢，我们这个回合在比之前呢，只差了900分，对。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关卡最少都会有1000分以上，对。所以呢，如果一起值的话呢，分数也是会一起再往前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那个距离是拉不开，900分一样，最后还是赢900分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们总成绩呢是我们蓝队4101分获胜。好，也谢谢我们的红队来我们的节目，谢谢你们。对，可以得到金奖奖品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同学，记住我们的超级。